天公神明，一人三相，文章峰六人登台，天劫地相。我前来各地方，一次关西都无用，关山雄虎。用比三刀天雷数个，五帝贵族顶，用用流血贵。不管天雷是不是自然形成，以极早的应用能力去，面对地道天雷，预料先抓出速度与时间，以告知意外不应。以这个弹，用一弹。都天雷应救，天公神吉号，文章峰耐心登台，第二座天雷。时间就已足够，要在团结中对上更多。问题在同时运动不良，以及如何引开电流之力，接受对上。目前风更，天雷再响。规矩有所不同，我唯一对象时间转人一点，以天雷零用零使用气象流转换起来，应非不可。两日过去，进入第三天。文章峰技比万全，如一记出的最后一道天宫之名。忽然间，轻舞冰冷的声音，万山的呼喝，凌风刺骨的感觉。三倍肉身，一生飘渺众心动，各来有地方星空，我魂天永不。寒流尽干一三星，天宫神明如人间。文章峰突袭一台，欲承接天雷之力。若未补充，异地神风，文章峰发动气象流之势，化形为形，接触地面电流，即时出击地上降落。哦，
用三名弟子为永兴等在意，你是不是真放弃？没错，非常之放弃，放弃到未当再放弃。敢有想要实际调查？我真想，正想用手亲自甲摸看卖哩。我嘛想知影，想知影伊头上十几只角倒位去了。结果呢？阿伯喂，干死个！文东风，你走路拢无声，是要惊死人心？我帮你制造刺激的气氛，免咯。恁两个嘛真爱耍，身为家人，想到外面吧？敢有啥物秘密袂使看？你想要看吗？我看也是慢，才袂反面，拢是惊。好，你的刀手有电流就伤的伤痕，不是？你呢？我怎样？心思定定，有所发想，不要紧，免担心我。结果你有处的吗？在处。想不到。想袂到你真正出得天降神灵，自古至今出得几近一无，光天雷冲出的破坏力啊，以及吸收的能量，就足以使人丧命。你是用什么方式出的？商业机密。哈，好啦，你若唔讲，我嘛未勉强。你可得比吸收的能量高哪里去了？如果用自然之力推定，应该是放出一日的能量之上，也要引回足够的能量，以维持能量的稳定性吧。嗯，你有什么发现？哦，也可以试用。听语气真有用，你好好想，我先医治九号，稍等再来订单。天宫三明怎样使用？人以体力上吊，温住五脏六腑，天宫鸣声，带有活络血脉的能量，就会冲开九号闭塞的躯体。做为阴，又为阳，做理又调，通经贯脉。有咯，如何？脉搏跳动开始恢复咯，那就好。你好似松了好大一口气，我四秒回响，总不希望气力浪费吧？嘛对了，你先休困者，咱稍后再谈。